绿媒爆料，路媒盯梢政论节目直播，但关键的资讯谁爆料？哪个节目？至今没人说得清楚，也没拿出实证。民进党却大张旗鼓的举行记者会抹红，官方立刻启动调查，路媒邀请单位被要求说明。这类似的操作早就不是民进党首次，从过去国会改革修法的时候，片面截取外媒的报道恫吓民众，到近期的立委洪孟楷遭批强要台积电的机密。绿媒跟青绿名嘴配合假新闻一条龙，已经成为了民进党的惯用伎俩。而自由时报报道，国内有电视台的政论节目有大陆新华社驻台记者伸手进棚盯梢，还指挥名嘴内容。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就指出，这就是绿营的长期操作模式，从媒体造谣指控立委记者会跟政论节目接着讨论，为了特定的目的，未审先判，先射箭再画靶。侯汉廷就指出，这些指控证据和沈柏阳两个月前的掌握的证据有比较多吗？好像也没有，都只是绿营的操作认知作战。两个月前所听到的消息，那跟后来自由时报所报道的内容有多了一分的证据吗？嗯，没有啊。你重要的是，你可能也不知道到底具体是哪一个电视台，然后呢，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记者出现在现场，有没有所谓国台办的指示跟台湾的制作节目的联系，具体证据两个月前没有，两个月后仍然没有，那为什么要开记者会？现在他的辩解是说，因为我两个月前就不太好讲啊，因为我完全是空的，那现在仍然是空的。是啊，在质询陆委会邱垂正的时候，我问他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情，邱垂正说有，所以我们要赶快调查，调查当中。那你都还没调查，你怎么知道有这件事？所以一切都是未审先判，先射箭再画靶，他还是民进党一系列的认知作战，透过平面媒体的这个假讯息，然后呢，立法委员的记者会、政论节目的接续吹捧，然后一大堆的梗图啊、影音啊、懒人包啊，又在媒体上大量的传播，甚至呢，还成为了隔天立法委员去质询的话题，又继续可以再吵个两三天。这就是过去以来长期的认知作战一条龙的方式啊，所谓的国安高层后面出来放话啊，它是有很影射点名比较具，它有影射到就是大家比较知道的或者圈内人都知道的某一个节目，所以那个节目的相关的主持人才会如此暴气。但是呢，对于其他一般的不懂的人，干嘛？他当然就是觉得，哎呀，你看啊，这个所谓蓝白的电视台都是这样啊。对。你看他这个中天啊，对不对啊？你看，就这个被封台了之后还不死心，还继续在谈论这件事情。所以对民进党来讲很简单，就是听话的节目他就给标案，他就给钱给案子，然后呢，这个提拔你的主持人，然后也都可以来当到立委。那不听话的呢，就是关台啊，像中天。理论上这种事情已经不是所谓 NCC 要来采罚的，这应该是国安单位调查局都应该要来，对吧？要来抓了，对啊。这个所谓的制作人怎么可以就所谓通匪呢？应该要直接抓起来啊。但是呢，都没有。所以如果连所谓的这个国安单位调查局，然后呢这个检调，通通都没有启动。那就很显然，就是大家在那边传来传去，有所谓的听说，当然彻头彻尾就是假消息跟认知作战。来看到中时的社论，总统赖清德当选，大陆评估两岸情势可控，没有做出过激的反应。赖清德本来也释出柔软讯号，两岸出现和解的机会之窗。而旺旺中时媒体集团的中国时报社论以及旺报社评都多次的呼吁赖总统要掌握两岸和平的契机以及胜选的气势，和蓝白两党沟通，来建构台澎金马的共识，再与大陆讨论两岸永久的和平共识，创造出稳定的两岸关系。但非常遗憾，赖总统就职后对大陆的对台政策是软的更软，硬的也更硬。赖清德忽略了软，却针对硬做出了硬回应，两岸的关系也陷入了恶性循环。而为了新青安补漏洞，行政院会27号通过了新青安贷款推动成效以及优化措施，除了加强贷前的征审、贷后管理以及加强稽查，即日起也要求新贷户签署自助切结书，并新增每人限贷一次的条款。行政院强调，后续财政部将协同内政部资料交叉勾稽，抓出不符合自助使用者，取消优惠措施，追回已经补贴的利息。而至于旧青安们，如果卖房了，再买时也有一次申请新青安的机会。财政部次长阮清华就表示了，新青安贷款协助无自有住宅的家庭购屋是利益良善的政策，
整个清安政策的房贷余额仅占目前整体国营房贷余额的 9.15%， 应该不至于是问题的源头。不过呢，阮清华也表示，对于新清安可能遭到滥用，财政部绝对以零容忍的态度彻查到底，而对于任何的违规行为是不会放手。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